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跑，赶着去上班，注意金融走向。午餐时间呢，会到老巴沙吃午餐，在车站里排队提前等等，这是我们每日所见。在这里图画里呢，也用上我父亲收集多年的新加坡旧钞，这就是反映我们每一个人，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自己。